家好，我是香香九一咖啡庄园的吴昭云，英文名字是 Joy。 我们位在台湾嘉义县阿里山乡的乐野村，海拔是1100公尺。庄园呢，它位在一个山谷的地形里面，它的生态非常的丰富。最一开始的品种是 Tibica， 现在有 SL34，后面开始种植艺季，田间管理都是爸爸妈妈他们在处理，他们农业的经验够丰富，咖啡植株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，比较能够及时的去防治。养猫的原因真的是为了抓老鼠，鼠害真的就会很明显的下降，他们会很喜欢当我们脱壳碗，会一袋一袋的，猫咪就会成群的在上面睡觉。我跟妈妈一起做杯测，去讨论其中风味，可以马上再去修正下一个批次的做法。那我们日晒很容易会带有一些凤梨、蓝莓、水果、whisky 这样子的调性，回甘性很明显。回来山上，我会觉得我是放松的。其实我很喜欢大自然。客人说：“哎呦，你们咖啡好喝。”就会觉得啊，我们的辛苦是值得的。九亿美好回忆，生活的小确幸，喝咖啡找九亿，让九亿的咖啡抚慰你的心灵哦。